恒生大又可以證明都是社會對恒大的認同。成功的呢是不是一個人，是很多很多社會人士支持。恒生大培養一些博雅和專業學生，訓練到學生有一個明辨的思維，有創新力，有人民的關懷，同埋咧係有嗰個品格。我哋就係堅持呢一個嘅理念，我哋都成全呢個理念，為香港成就一間不一樣嘅私立大學。